月季枝条插入草莓里，也能生根发芽。春季冒笋芽，简单啊，成活率最高。这个冬季的时候呢，只要说是屋里温度合适，我们的月季花枝条呢也可以用来扦插。首先，我们截取一下这个月季花枝条。月季花枝条呢，我们尽量选择这种健康的枝条。截取下枝条之后，把上面的叶片都去给它去掉，找来一个草莓。草莓里含有糖分，能够供给这个枝条，让枝条呀快速的生根。我们把这个枝条底部呢，去给它简单修剪处理一下，最好泡在这个多菌灵水中，去给它浸泡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浸泡好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月季花枝条呢，去给它插入到草莓里就可以了。插入好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草莓呢，一起埋入到疏松透气的土壤中。一定要保证屋里的温度在20度以上才可以扦插，不然的话呢，扦插呢也不宜成活。我们呢也可以选择在春秋季扦插，等到20天左右的时间，这个月季花枝条底部就能够生根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？喜欢的花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